件非常修身又非常显得活泼可爱的一件女士的套头上装。好，我们来介绍它的相关情况。这款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，非常可爱，非常帅气。你看它甚至和背带裤啊都可以合在一起，牛仔裤啊、裙装等等都非常的好看。好，这两款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，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，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和同学们一起来揭秘它的每一处细节。另外，如果有同学说，哎呀，你衣服怎么都是为非常瘦的人准备的呢？那么，如果我们是普通人想织这件衣服，针数和尺寸上要做怎样的调整？同学们一定要认真的看教程，特别是教程的后半部分，我会向大家详细讲解。比如说你身高1米65，体重125斤啊，按照这个身形，我们这件衣服的针数要做怎样的调整，技巧要注意哪些呢？认真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先说它的相关情况啊。这款作品它采用的是纯羊毛粗线完成的，织针呢6号织针，毛线纯羊毛粗线，每一根直径是2.5毫米，如果捻开的话，里面是由4小股组成。整件毛衣所有的毛线加起来用量一共是1斤6两多，不到1斤7两就能够完成啊。原因也是在于你的底边啊，我们由于采用了皮草花纹，所以它的毛线会用的略多一些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启了编织的环节。首先来说起针，我们是在底边这起的针，然后环形向上完成的。那么一共起了多少针呢？130针。有同学可能会说，哟，针少。没错，但它就真的起了这么多针啊。由于我们底边呢织的是螺纹，你看织了1厘米的螺纹啊，同学们仔细看，所以它有很好的弹性啊。那么130针我们是怎样起的针呢？这种款式啊更要求底边非常非常的有弹性的，所以要用之前我告诉给大家的这种起针的方式啊，拿过线的头，然后找一个织针，哎呀，看我们每次就是这样一针一针的给它绕在上边，不要使劲拉扯长线，并且注意织针的针套之间的距离要保持一致，这样你的边沿会非常整齐啊！一定要记住，别使劲拉扯长线，这会影响你织第一行的时候的这个速度啊，否则第一行就会特别不好织啊。好，130针，我们起了刚刚的这个针法，然后织的是螺纹针，你仔细看。那么螺纹针的织法，同学们准备截图，非常简单啊。织什么螺纹都行，因为它会被这个皮草花纹所覆盖上的，理解了吧？好的，130针我们织的是螺纹针，向上只织1厘米就好啊，只织够1厘米就足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是防止它卷边啊，织够1厘米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个小边的部分。好，完成这个小边之后，我们将改织什么呀？就是你们看了半天的这个花纹，皮草花纹啊。这个花纹的织法我之前为大家已经讲解过多次，翻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就可以啊。这是我们研究出来的它的一个图解啊，同学们可以截下图看一下。好，实际上它的织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易啊。我们将这一部分的皮草花纹也是130针往啊环形向上，一共织了20厘米，注意看20厘米啊。然后我们将总的针数要给它调整至131针，其实只是增加了1针啊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刚好中间这个花纹它是一个单数，但是如果啊同学们能够理解编织的话没问题啊，保持原有的130针能够继续向上织，理解了吗？你看它只是前边有花纹啊，后背是没有的，也就是说我们给它增加1针，按照原来的图解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增加这一针的话，其实就是按照这个往上织就可以。那么这个花纹和其他位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同学们准备把这张图解下来，叫正身排花。你会发现它是由27针的双排扣花纹组成，左右各一针反针，再然后呢一共有102针的正针，剩下都织的是正针啊。
我们按照这样的花纹排列，环形向上编织啊，高度织多少呢？我们这131针织到这儿，从这边比划吧，织到这儿，高度我们一共向上才织了15厘米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的个子更高一些，这个位置同学们可以调整啊，可以调整啊，你可以织到16、17甚至18，不要太多增加，同学一下增加了25厘米，那样不行，那样的话你的这个位置啊就会在盖住屁股了啊，就不好看了，会显得人整个啊很拖沓很臃肿啊，所以这点要注意，注意它的比例。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到了15厘米之后，我们将迎来了前后片的要分针了，对不对呀？好的，那么针数我们这131针是怎么分配的呢？我们给前片啊65针，后背片呢66针啊，66针给后背片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它将前后片分别的向上往返的编织了。注意，编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在腋下做减针的啊。怎样减的呢？65针的左右两侧，我们要给它各减去5针。不要使劲拉紧长线剪啊，松一点剪，然后呢在它的左右两侧接着舒缓的剪针啊，隔一行剪一针，剪5次，也就是你的左右两侧都是这样的剪针手法，甚至包括你的后背片也是这样的啊，也是这样的剪针。再然后呢，我们通常先完成的是后背片啊，同学们看整个后背片全都是正针啊，我们剪完之后保持后背片的原有的针数继续往返向上编织，高度18厘米，同学们注意看啊，这个18厘米是从腋下第一次开始减针的位置算起的。原来你是环形织，后来你改成了往返织啊。我们就是在改往返织的这一行算起，向上18厘米啊，这个高度，然后将你的所有的针套都留在你的织针上，到18厘米就要保持不变，放下，等待着啊。我们来织前片啊。前片的腋下减针大家已经了解了，然后呢其实也是按着花纹往返向上编织啊，只是没有织的那么高。原款我们后背片啊织了18厘米，前片呢前片只织8厘米就好了啊，按着花纹织够这8厘米之后，同学们注意啊，我们要给它前片啊要给它做领口的减针了。首先我们要在领的这个位置啊，一共要取29针啊，给它平留，注意到了吗啊，平留完之后我们要给它左右剩下的针啊，应该没有织错的话，应该左右各剩下了多少呀，8针啊，左右8针往返继续向上编织，直到达到18厘米的高度为止。这18厘米是从哪儿算的呢？从你腋下第一次减针的位置向上算起，垂直的高度啊，达到18厘米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时候我们将在整个领口的位置啊进行啊挑针织领子了。你的整个领口的位置啊，所有的针数控制在100针。如果你是98针、104、106都可以啊，只要是双数就行。我们挑出了所有的针，然后啊，环形的向上编织领边的部分啊。整个领边的部分我们环形给它织3厘米就好，然后收一个机器边啊，这个千万不要织高了，因为你是一个方形的领口，但是你是环形织的领边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啊，如果你要是向上织的太多的话，边沿这就会鼓起来不合顺了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这时候我们收完机器边之后，你整件衣服的背心部分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将转针到哪儿呢？转针到两袖了啊，袖子织法非常简单，而且这个袖子啊特意给它织得非常的舒适，很肥，你看出来了吗啊，整个袖子的部分啊，我们要给它一共起40针，然后织的是什么？织的是拧针的单螺纹，环形向上织的啊，一共织了2厘米，你看这个二有点不好看了啊，绞掉了，大家知道是2厘米就行了啊，我们织的是这个花纹，袖子的袖口起针织的是这个花纹啊，同学们把图截下来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将它的40针啊就改了，改什么？改织成正针了。同学们看，在织正针的同时，我们将在袖叶处这儿进行加针。怎样的加针规律呢？我们是每14行加一次针，一共加5次。
理解了吗？啊，也就是你的总针数增加了十针才对，到这儿你就五十针了啊。好，华彩的部分来了，当你达到这儿之后，你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位置的长度啊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这时候你的袖子啊，加完这个五次针之后，袖子正针的部分已经达到了四十厘米，不包括底边啊，包括底边已经四十二厘米，包括这边沿已经四十二厘米了。好，达到四十厘米之后，我们这是要怎样啊？注意看啊，我们要将你的袖子，注意啊，进行减针了啊。袖子我们要取腋下的位置，给它一下子减去五针，连前再后各减五针啊。好，减完五针之后，我们将给它改成了往返织。注意，在往返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给它改织这个花纹了啊。花纹怎么织的呢？这样织的。由于你的总针数是五十针，左右各减了五针呢，你还剩下四十针。四十针我们织的是这个花纹，注意到啊。好，也就是说你在往返织的时候，花型变了，原来是正针，现在你织花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一边织这个花纹，我们要进行马蹄的减针啊，在两边，也就是在你所有针数的起始针的位置啊，我们要隔一行减一针，一共减十三次，但是不影响你织这个花纹，理解了吗？花纹是在花纹按照原来的规律往上走，但是你边沿这儿啊，旁边这儿在规律的在减针的，哪个花纹被减去了，那么就少一针啊，让它少着，然后其他位置按照花纹走就行啊。好，减够这十三次针之后，注意剩下的针直接平收，收了针之后呢，我们将两个袖子都按照这个方法完成，完成之后和整身缝合在一起，喏，你用最简单的方法就形成了两个与众不同的尖头的位置，对不对啊？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形成了。好，问题回来了，如果有同学说了，哎呀，我是一个胖姑娘，我想织这件衣服，我的胸围要控制在多少针呢？问题来了啊，看原款，我们的胸围，这件衣服啊，我们先量一下它。原款这位置一共是131针，对不对？同学们还记得哈？那么它的胸围是多少啊？76厘米，看到了吗？啊，到这儿啊，问题来了，76厘米胸围的衣服一共是131针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要算出它每一厘米有多少针。好，问题来了啊，那么刚才我们量的是多少？68厘米啊，一共是多少？131。131是针数，我们拿针数除以刚刚的胸围啊，多少啊？68厘米。看 ,1.92。这 1.92 是什么？就是每 1.92 针刚好等于一厘米宽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 1.92 提出来啊。1.92 乘以你想要织的那件衣服的胸围，就是你的针数。理解了吗？好，同学们可以去量一下自己穿着最舒适的针织类的衣服啊，机器织的也行，或者是这种手工织的都行啊，你去量一下你穿着最舒适最好看的那件衣服的胸围是多少。假设啊，你量出来多少啊，哎呀老师，我量了我那是89厘米。好，没问题，直接拿 1.92 乘以你要织的那个衣服的胸围89厘米，170。这170是什么？针数，小数点后边可以不看。也就是说，想织89厘米胸围的同学啊，你的针数要170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也就是我们在起针的时候，你可以起170针啊，然后织这个花纹，然后到这个位置呢，也是保持170啊，170针，然后中间织一组这个花纹啊。中间织一组这个花纹，其他位置都是反针。有些人说我不会分这个，其实多简单呀！注意看啊，中间这花纹27针，左右各一针，这是29针，对吗？好，这29针按照我刚刚说的来，剩下全织正针，理解了吗？好，那个同学又说了，老师，那我不知道我这个前后片分针的时候咋办？没关系，给它取正中间的花纹，在正中间保持不变，铺平了以后，最自然、最精准的分针的针数其实就已经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然后呢，你再给它做一个微调整，也就是说你左右要保持相同的针数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比如说你都已经调好了，好了，
好，再这样给它规划一下，看从这花纹到这儿，假设是十八针，那么从这儿到这儿也应该是十八针，而且它有一个铺平的状态，这样就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分针的方法，理解了吗？好，至于向上针的高度啊，如果你个子高，从这儿到这儿可以增加啊，圆款这个位置稍微有点短了，你要是织的话可以稍微增加啊，不要超过七厘米，不要超过七厘米啊。然后呢，所有位置都跟教程一样，只是这个位置啊，如果你比较胖的话，从这儿到这儿圆款织了十八，你可以织十九、二十。如果你的体重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斤的话，你就织十九啊。如果你的体重啊没有超过一百二十五斤吧，从这儿到这儿你就织二十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以此类推啊，其他位置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，只是我们的这个起针啊跟原款尽量保持一致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一个胖女生的话，想让袖子更宽的话，你可以怎样啊，你可以增加加针的频率，原款是每十四行加一次针，你可以改成每十二行加一次针，这样你至少会比原款要多增加了两到三次针，针数你会有六针的一个变化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你只要注意一点就行啊，从腋下到袖口的这个长度啊，如果没超过一米六五，四十二到四十五厘米之间这个地方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个子更高一点同学啊，以此类推，但是不要增加的太狠啊，这位置不能加太多，理解了吗？好，然后呢，由于你是胖姑娘的话啊，我们从这儿向上的垂直的高度做了增加，那么袖子必须也得是袖拢的口的马蹄的位置也得边沿长，才能够跟它吻合在一起。所以同学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剪针啊，织马蹄的时候啊，织袖衫的时候，你要隔一行剪一针，原款剪了十二次，你要增加剪针的次数，这样你的边沿才会增长嘛，增长的边沿才会和增高的这个袖拢的高度能够吻合在一起。原款隔一行剪一针，剪了十二次，你可以剪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甚至是十六次，一边剪针边织，一边和你这个袖拢口相比对，直到吻合位置为止，然后再平收针，再和正身缝合在一起，理解了吗？多容易呀！好了，这就是这款衣服为大家按照身形又讲解了一遍，希望同学们已经理解了。如果喜欢这个教程，请点赞，非常感谢各位。